还江手其实它发源地是来自台湾，它是那个地藏王菩萨的护法。然后还江手我们有分那个夜叉、中签，我们有分那个虎爷、那个火箭，这样子。早前的祭统比较少，然后某一些地方哦，他们要去镇压，镇压一些磁场不好的地方，还是比较多车祸的地方哦。然后他们法师哦，就会把这个表演者哦，去开一个年谱，去开一个镇损将军啊，还是夜叉的年谱哦。开了这个年谱，然后他们就要穿上装备，他们就要拿神明的法器，去到这种案发现场啊，去到这种磁场啊，去镇压。在我们表演前一晚，哦，我们表演者都会在那个庙坛，哦，都会去摆设这个关将手的灵坛，哎，然后把他们的法帽、法器、他们的衣着、哦，他们的鞋子、袜子全部摆放出来，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仪式，就是禀告神明，哦，我们三义龙狮体育会，哦，这个关将手明天会到哪个地方，哦，参加神明绕境。好，然后要请这个关将手哈，大神威灵保佑这样子，哎呀，然后过后，这种表演者他们就不能回家，因为有一个戒狱，戒狱就是说要把身体，好干净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口碑也是要干净，然后就不能乱说不好的东西啦。他们结束完过后，他们要回到庙里哦，再拜拜哦，和神明说，和菩萨说哦，我们把这个表演的节目完成啊，然后感谢各位菩萨保佑，他们才可以把妆卸掉。因为通常这个关将手表演，他们只会想到神明，神明只有在哪里用处，庙里，哦，我们其实不只是庙，我们可以参加很多的节目，公司的那个典礼哦，开幕我们也可以表演，我们丧礼我们也可以表演哦，甚至开张我们也可以表演，这样子，如果有某一些案发现场要与法师合作哦，一起去镇压。我们也可以，关将手还可以带来加持祝福，如果遇到好人的话他会增寿寿命的寿增寿，如果坏到遇到不好的他就会惩罚。